那接下来时间在开始探索之前，我们要有请我们的 Jackson 把邀请函投入到你身边，你的这边的信箱当中，在这里我们就会正式开始我们的奇幻追踪的任务。就我一放就直接开始了。It's on. OK， 那不放就可以结束打板。它整体来说的那个就鲜花啊，这些蔬果啊，就是我很喜欢它这个搭配，颜色也好，它的那个 category 也好。Yeah.类别也好，我觉得很艺术性。你知道吗？其实这整个的一个灵感，就是来源于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每天都会碰到的餐桌。它其实是、餐桌，对对对， yeah, 它其实是将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包括像你刚刚提到蔬果、蔬菜啊、水果，还有花束，进行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创造性的重组，对，能够打破常规。我觉得就像 Jackson 你平时在创作音乐一样，充满了奇幻的想象力。那想一想，在这里。我刚才其实开场时候有提示，我们今天是有我们的奇幻追踪的任务，那在这里会有我们任务的线索，你要不要找一找？任务线索，对，找一找。我往这边看一下啊，不是，往这边看一下。Not this one. Is that Henny? 哦、oh, 这个小怪兽是这个吧？对，它其实呢，今天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幻空间当中，你会到处看到这种超现实风格的生物，它其实也代表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大家想象一下，其实怪兽嘛，就代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非常难见到，但也许就在你的脑海当中经常出现的那些小东西。对，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个不是跟 Much More 的联名吗？ Yeah, exactly. Yeah, yeah, yeah. 就是 collab。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小卡片上写的什么线索？这个线索是去吧台看看吧。吧台应该是我们会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是。You wanna go? Let's go. 你带我去。This way. Yeah. All right. This way. 来来来，有请有请有请。哇，这个可以拿回家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哎，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吧台的区域，那首先的话，你身边应该能看到我们的酒单。其实我们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们的酒单还蛮丰富的。How are you doing? 那。首先的话，我要推荐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一款，就是已经给出来了，就是我们的奇幻机遇，我觉得也当做是今天晚上奇幻追踪的一个预告。对，那这一杯我看到它应该是已经调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对，这一杯就是奇幻机遇with the mint。那同时的话，我要隆重介绍一下，其实这一杯当中呢，它融合了包括像石榴、蔓越莓这样的一个甜香。里面呢还会有像青柠苏打的这种清爽，而且同时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添加了像我们轩尼诗 VSOP 的基酒，所以其实它能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多变和百搭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如果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想要自己 DIY 一下，可以加不同的一些材料进去，就任何水果啊，就是非常不同的可能性。对，会有放什么进去就可以放什么进去。没错，我觉得人生也就是在这点才变得特别奇妙，这也是奇幻的人生。或者你不放也可以，就是纯粹一点。那接下来时间，但我还是需要 Jackson 帮我们完成画龙点睛的一步。你看到旁边，就是最后 final touch， yeah, 对不对？ Final touch， 最终的触碰。Yeah， 画龙点睛。那需要将我们的这个薄荷叶放入到我们的这一款奇幻机遇当中。Are you ready? Okay。I kind of want to drink. 为什么我的手在抖？来来来，重新来一次啊！ All right， 三二一 ，Action！ All right， that's perfect。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应该是会有新的线索啊！ Oh, right? 谢谢。Another one。这边是你调的吗？这边是你调的。Okay， we come back drink for later。好 ，All right。那你可以看一下你拿到小怪兽当中卡片上写了什么。跟着你的鼻子走。什么意思？我鼻子在这跟着走。Come on back, come back, man. 跟着鼻子走什么意思啊？那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不知道你在入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现场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重新发现中国味。所以我们今天会准备了非常多的小吃和美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一步去那边看一下。哦，又是那边。Yeah, this way. 那跟着鼻子走啥意思？抱得下这么多吗？一会儿给你的好不好？跟着鼻子走啥意思？跟着鼻子走就是代表我们有非常多的好吃的在等着。啊，就那个味道。Yeah, exactly. 味道。那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区域，在这边的话，其实我相信 Jackson 也知道，我们轩尼诗呢，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和珍珠餐厅的指南的官方的合作伙伴，而且同时这块区域其实是品牌联手了多家黑珍珠餐厅打造的一个美食空间。其实通过各色的，包括像美食、小吃、甜品和我们轩尼诗的搭配，能够带大家来重新发现中国的味道。那这一家我们首先来到的 Jackson， 对，你应该很爱吃粤菜吧？特别喜欢，特别喜欢，我什么食物都，中餐吧，
中餐我特别喜欢。这家其实是黄朝会，也是黑珍珠一钻餐厅，同时它是主打粤菜。那说到这里，今天来奇幻空间的路上，包括我们其实现在黄朝会，对，有没有感觉很热？今天其实真的很热，对，再加上我们现在在，大家以为只有我们两个在这儿，只有我们四个，但其实后面有10000个人。我好想拍他们，好想拍他们，对，以为我们哎，他们这四个，而且再加上这些灯光，今天又是30几度。Exactly。而且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陆续都创下了最高温的这种历史记录。对对对对，正好我们这两款我们黄朝会的招牌的甜品，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盛夏。那其实包括了像我们的冰爽燕窝鲜果露，是哪一款？是这一款对吧？是这款。OK。而且同时还有我们的梨香陈皮菊花糖水，是哪一款？这一款。这一款，你怎么知道后面是写了吗？因为它其实它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材料，而且其实都搭配的是非常非常当季的好水果，所以是非同一般的。可以闻一下。哎，这个哇 ，You like it? Yeah, I love it. 哇，它这个菊花香，你的手也在。It's for real. Yeah. Drink too much. I got this trembling too. Yeah, yeah, amazing, amazing. Yeah, yeah. Anyway, 那首先这两款呢也是推荐给大家，盛夏消暑非常合适。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去我们的第二个摊位去看一下，好吗？好 ，Let's go this way.这些就不看了吗？你要喝吗？一会儿吧。这些都是一样的，对吧？对对，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主打就是两款。好好，对对对，明白。Let's go this way。好，再见。啊，其实刚才我已经闻到了，果然是你已经闻到了吗？对，我闻到了。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家我们的黑珍珠的一钻餐厅，然后叫海味罐。这一家是主打本帮菜的。哎，我不知道 Jackson 平时本帮菜你也应该喜欢，对不对？本帮菜，本帮菜你吃吗？肯定吃啊，因为小时候在外公家，外公外婆家吃。所以我知道，今天我们的现场，我们准备的其实跟大家日常看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杨枝甘露，但是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榴莲甘露。哦，我最喜欢，你喜欢吃榴莲吗？我不行，但是为什么？你 OK 吗？我最爱啊！我是闻到味道可以，但是我没有尝试过，我一会儿可以试一下。你完全没有？I never tried before。你闻， for real. 你先闻一下。我闻可以接受它的味道，闻可以吗？对对 ，for real， 闻可以接受它的味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哦，一会儿可以试一下。你能吃榴莲吗？你可以吗？你可以啊，啊，可以的。是，他是 chef。当然。对 ，anyway， 啊，是这样做的，这个加这个对吧？这是那个甘露，啊，椰汁，然后配我们的榴莲，这是榴莲。对，然后这边有一个芋泥红豆。因为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吃杨枝甘露很多，但这一家是把榴莲和甘露进行这样的一个混合，太有创意了。我觉得还没有，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对的，那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你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去那边看一下，好吧 ？This way， 还有熟悉的，这边，就我们没有一次是能吃的嘛，对，就是只能看，对吧 ？Later, bro. All right, thanks, man. 一会儿我们才这太折磨人了。Yeah, for real, because it's live stream, man. Okay. Okay. 那接下来是哇，这个是我超爱的，我超爱，但我不行，我最近在减肥。All right, 你已经够死。我跟你说，只是穿了衣服，大家看到，真的很肥。哎，我现在体重是，如果不是直播，我想，我现在体重是，你猜多少？几公斤 ？65 No. 68。68。对。我胖了8公斤。我刚刚摸到这里，他的这个肩膀这块，哇，练得超级好。没有，你碰到的，你没有觉得像棉花一样 ？No man， 就是那个肉已经松了，你明白？所以对不起，我你要来试试，我私下聊。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而且这一家，我觉得是大家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当中，如果有穿行的话，会经常看到的上海蟹黄鱼店家。我最会洗。哦，我最喜欢，你最喜欢，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哎 ，Jackson， 你喜欢吃蟹吗？蟹粉小龙、蟹粉豆腐、清炒蟹粉，都是我小时候我爸妈，外婆外公经常吃给我吃。所以大家给你个称呼是上海地道的热心市民，是吗？不 ，Yeah， 但是同时大家在吃的时候，真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我们蟹粉的这种鲜甜，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上我们的轩尼诗的 VSOP， 对，它整个的一个口感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碰撞， okay. 而且一定要加冰，在我们的夏天加冰的口感会更好。加冰啊？对，不 ，no VSOP 哦 ，VSOP， 对 ，Yeah，Sure。不是，我想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我们现在煮这些吃的是给谁煮的？就我们不吃的，一会儿可以分一下吧。啊，一会儿再分。Yeah, yeah. I think after the live stream, 直播，对对对，我们直播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一下。那同时这样吧。太棒了，这个观众先吃，不是这个又是我加红枣吗？这个哎，这个又是不一样的。对，这是另外一款，这个是藤椒蟹粉拌面，然后这个是蟹包鸡汤捞面。
super good， 这个真的太棒了。我刚才其实在这边看的时候，而且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它是真的是将蟹在里面熬。我们老师可以打个特写吗？可以过来一点。哇，这个是真的非常棒。好的，那 Jackson， 我觉得这样吧，既然我们在直播当中你已经熬了三个小时了，你要熬给？熬给你。哦，好，谢谢谢谢。这样，我们暂时吃不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抓紧把我们的直播给大家奉献完，然后同时我们一会儿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大家可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 ，Jackson， 我们一起移步到这边这个区域。我觉得这个区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小心小心，巨大的一个 Hennessy， 一个轩尼诗的 VSOP 的瓶子。线索。哎，在你揭晓线索之前，我觉得既然你来到了这里，我要让你在这边比较有象征、比较有象征意义的、稍微有仪式感的签上一个。的大名吧。哦，是吗？选一块风水宝地。选个，那可以借一个梯子给我吗？对，我帮你抱上去。啊、好，我就在选一个好位置。Where you like？ 我就在这儿吧。在哪里 ？All right， 好，签上自己的大名。来，我们 zoom in 一下。All right。哇，有吗 ？Got it。可以吗？可以。Nice， 好的，谢谢。来，交给我。看不到啊。谢谢 ，Thank you Jackson。好的，那同时的话，接下来时间 ，Jackson， 你可以来看一下你旁边的这个小怪兽，它里面也是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线索。这个不容易做，做的很难做。对，我其实很想把它搬回家。这个哇，放家里就是 super cool。放你家外面，门口，真的太酷了。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拿到的下一个线索卡片是什么？步入。数据花园，步入数据花园。数据花园是在，我想想看，应该是在那边。来 ，Let's go， 应该这边。来 ，Follow me。好，啊，这边应该就是我们的帷幕。然后同时呢，请允许我来为 The One and Only Jackson 打开我们的帷幕。打开帷幕 ，Let's go。哎，其实这边有蛮有异世界的感觉。是我们是这里吧 ？Yeah， exactly、啊。是这里。Let's go。Hi。嗨，哎，你好，你好，你好 ，Jackson，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Jackson， 来到这边，有请，来了。好的，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吗？我正在艺术创作，欢迎来到我的数据花园。啊，你在艺术创作 ？Yes。数据花园，它其实呢是一位，我觉得它应该是将自己的整个的一个数据编码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操作，然后同时。She's like a digital artist, I think. Same like you, you're an artist too, but she's like a digital artist. 那这其实是这位艺术家的一个数据猜想花园，而且这些花好像是用，应该是数据编码来生成的，对不对？是的。那我觉得是不是用、啊、数据编码就是用 code 来完成的吗？ Yeah. 所以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凋谢，而且同时能够永远的在虚拟世界当中保持它那份美。It's kind of romantic, right? 哦，对，非常浪漫，还挺浪漫的，非常浪漫。哎，其实这是你现在目前创作的吗？是的。哇，这么漂亮。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也可以吗？你也可以成功制作一朵数据花卉，怎么弄？你将会得到一个关键线索。啊，是我已经得到这个线，啊、你说下一个线索，下一个线索，下一个，是的。我要输入什么吗？你可以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来，我来帮你一下。啊、好的，用手机吗？对对对，你有带？我没带。用我的吧，用我的。OK，scan the code， 满十八岁 ，OK， 进入，掀开帷幕。其实我觉得花。Jackson， 你自己在自己的品牌当中 ，Team One Design 好像也有。哎，别说我自己的品牌，没有，没，我 so、今天就是我们轩尼诗。OK。对。哦、我需要输入一些东西，输入年月日，你觉得？出生吗？我觉得输入我们今天吧，今天吧、啊，我输入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轩尼诗奇幻花园的日子、嗯。今天是几月几号？七月。今天是七月十号，十一号，十二吧？十一，十二号。十一啊 ，Yes， let's go future if you want。OK， 那你要十二还是十一？输2056年嘛。那我先输今天。OK， 然后要输自己手机号码后四位。Hold on a second， 那这要曝光一下 Jackson 的手机号码。可以啊。没有，不记得是什么。No， 我不记得。Choose a lucky number。啊。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数字。0328。0328。就是我生日。Yeah， your birthday。白羊座。OK， 射手花卉，我不是我水瓶啊，水瓶，你是什么？射手，射手啊，我们超合，是完全不知道。好的，那我要上传一张照片。其实我们之前有选一些，就是偷偷下载一些你的照片。你说，你自己来选吧，你选一张。我们有下载一些你的照片，然后你自己来选一张。Choose which one？ 都可以。好的 ，OK， 哇，空腹。
好的，那我们来点击完成。好，然后就确认上传，就是数据变成这个创作，就会变成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一朵数据花卉。我们来看一下，是吗 ？It's happening right now。我们来看一下，你看 ，Wow, that's sick！ 哇，是吗？对，这个就是你的专属的，而且它其实 natural clothes，、啊、跟你的衣服是一个颜色哎，几乎。它是哎，发生什么事？Anyway， 刚才这个 moment 其实启动生成程序，原型打入、啊、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哦，现在正式完成。哎，没有哎，其实。好的 ，Anyway， 那刚才我完全看过了，对对对，看见过了。我们可以在这边展示一下。Anyway， 那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专属于刚刚我们 Jackson 的奇幻时刻。那接下来时间，那个奇幻时刻是太短暂了， yeah. 只看了3秒，然后就结束了。但接下来时间 ，Jackson 不好意思，那接下来我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要发放一下福利。那刚刚呢，我们的福利时刻跟大家可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分享过。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送出好礼。现在直播间有人吗 ？Yeah， 当然、okay. ，Sure， of course， I think millions， yeah， billions， of course， 不可能吧？那我们将会抽取4位幸运儿，我们将会每位送出我们的，也是我们 Jackson 非常喜欢的轩尼诗 VSOP 700毫升各一瓶。那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右上角关注一下我们的轩尼诗的官方直播账号，同时可以点击右下角多多帮我们点赞。那稍后直播将会自动开奖，所以敬请期待喽、嗯。好的，那我们的新的线索，哇，新的线索，来，我帮你拿下之前这个。哦、好 ，OK， 这个线索是这个线索好像有点奇怪哦 ，Edgar。哦Edgar， 哇、wow、哦，是吧？孔雀羽毛，对，孔雀羽毛 Edgar， 对，哦，哇哇哇！他们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吗？我吗？ 说的是你。对，派对马上开始，就差你喽，过来、哦。好，那看来你是已经找到了孔雀 Edgar。他说只差我吧。OK OK， 你们不要想多了，你们不要想多了，只是我。Let's go party！ 拜拜！谢谢。All right， let's go party then。What's up?、Oh, so、hey, what's up? How you doing, man? How are you doing? Nice to see you, brother. You good? Great, and you? Amazing. I'm doing fine. I'm working yeah. hard. Yeah. And I heard you had a great experience. I had a very good experience. I love the design, the creatives,、yeah. and、the environment. Fun It's times. It's a vibe. Fun times. The food, awesome. Have you、Is、tried it? It? You should try it. Oh, yeah, I've tried、yeah. some. I love it. Yeah. Look at this, what we've prepared for you. You、yeah. know,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in Cognac, in France? What's the name I think of, I called it, it's me. Yes, magic exactly. Man? The magic man. The magic man. Yes. Oh my gosh. 那之前 Jackson, 你之前有尝过就是这款特调的？当然。No, I thought we did it together. No? We drank it together. That's... Yes, we 我们做的。Cognac. 哦。对，我们在Cognac 的时候做的。对。所以其实当时的时候是两位在轩尼诗的酒庄当中有尝到过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那非常棒。当时旅程有什么一些 any fun stories and experience? Yeah, I witnessed, you know, a lot of story behind it, right? I think it was definitely a deeper level of witness and a deep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it、yeah. yes and then also that experience the oak wood yes the barrels the barrels yeah, the barrels are amazing、yeah. and I wanted to try some old eau de vie I think yes, I remember yes yeah I wanted to steal it yeah then, you tried I tried my best yeah, yeah.那之前 Jackson 其实在轩尼诗酒庄当中有喝到这一款，而且其实他和 Matthew 一起产生的，而且其实这个的话对于当时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干邑之旅。当时包括像一些非常古老的橡木桶，还有一些百年的酒窖，所以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旅程。对，好的，那这一次 Matthew 来到中国，我要问一下就是他的体验如何。 So how about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bro? Yeah. Well, I'm feeling great, you know, and I think this is a perfect cocktail for the moment. You know, it's hot in Shanghai today. Yes. And I think I need The Magic Man is the great cocktail for now. But I just, you know, it's in China for a few days. Yes. And having a great time. Really, really good time. Did I get some food? Oh, yes. Last night I got a great experience with the team. We went and had some hot pots. Amazing. Hot pots? Yes. Wow, that was fantastic. Definitely. Hot pot in Shanghai? Yes. Wow. Amazing. Really well. And great with Hennessy, yo.Oh, amazing! 火锅一定要搭配上我们的轩尼诗。那这一次的话 ，Matthew 来到这里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任务给到 Jackson? Any special task? Yes, Jackson. I think I have a mission for you. Please don't give me any mission. Look at this special car. Oh my God! Okay. Do you accept it? Oui. Oui. Oui, monsieur. Merci. C'est parti. Okay. Toast
with the camera to enter the show. Tells with camera to enter the show. 那终于最后一个线索，我们需要 Jackson 跟镜头来干杯，开启我们这场奇幻派对。开启这一场。This one. Are you ready? Let's do it. Cheers. Woohoo! Let's get started. Yeah. Finally, it's 我们这个派对只有我们四五个人啊。只有我们五个人啊。Yeah. There's so many staffs here. Yeah. Oh.、Wow.This tastes good. You want to join the show? Amazing. Join the party? Why is everyone in the TV? Yeah. I think this one is for the Timber commercial. All right, Jackson, let's go. Let's join the show. Amazing. All right, let's go. Here we go, Jackson! Come on, it's me. Another? Wow, we have more surprises. There's more surprises to come. Hey, Jackson, wow! Wow! This place is very familiar. This place...Oh my good. Good to see you. How are you doing, brother? Very good. Very good. When did we meet last time? Ça va? Ouais, ça va bien. Et toi? Très bien. Welcome. All right, welcome, gentlemen.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Welcome to the drop. It's amazing, man. Did you design this, brother? You remember in Luoyang, you know, we had a good time. Well, it's like not even a month ago. You can trade the drop with the XO. Ooh. Love it. So you had a good trip? Yo, it's amazing. The experience, the environment, very artistic and very creative. And food there, did you smell it? I love it. All amazing. The different booths. Oui. You liked it? I love it. I love it too. Bon. Yeah. C'est très bon? It speaks very French, you know? Yeah. He's like a true Frenchman. I gave everything. He's the best ambassador for France, you know? Of course. Jackson, 我们还是移步到中间啊，移步到中间。尤其那刚才其实 Jackson 分享说，在这个奇幻机遇当中玩得非常的开心。对，我们节奏有点太快了，我们应该感受一下整体的 feel the vibe。对 ，Can we sit? We cannot sit. Okay, sorry. Can't sit actually. Can sit? Yeah, I think so. Yeah, 我们就坐在 ，You can sit a little. You think? Relax a little bit. 不一定要太正式。All right, go with the flow. Go with Magic Man. Go with Magic Man. Yeah.So, nice trip, different room. I love it. You like the room with your cocktail? You remember this good time? You had in Cognac as well? Yes. So fantastic to have you here. You mean the Magic Man? Yes. The Magic Man love Cognac? Love this cocktail. You know, it's one of my favorites. So, thank you for your contribution. Oh, thank you. We should create... Did he really create that? He created it in Cognac, in France. Yeah, wow, nice.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Magic Man. But a lot of people might think, 可能觉得 是不是你们You guys are like making this up. No. You guys 是不是在 It happened in Cognac. 在营造这个假的一个氛围，其实不是的。是 Cognac 的时候，我是真的跟整个 team 去调的，但不是那种 it wasn't forced. It was very natural. 是很自然的。我们就在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个 bar, 就突然有一个灵感，对一个 inspiration. 突然有一个 bar， 然后我们就调 ，and then it was called the Magic Man. A true mixologist, of course.Don't do that to me. Don't do that to me. No,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I think it's time to have a good glass of XO. Hennessy XO. Of course. Fantastic to finish the drink. You mean the bottle? Or you mean the glass? I really love this. Can you explain? Yes, that's our new limited edition for the upcoming festival. So I think it's a fantastic limited edition. Can it be? No, it's just to look great. Yes. Okay. I thought it could be turned. 其实是整个是一体化制造。Good idea for the future. Yeah, that's a good idea too. And then the graphic creates Hennessy. No, yes. Why am I bad, guys? All right. Yeah, so this time, gentlemen. Allez. Oh. Let me do it. Allez. This is your French. There you go, gentlemen. So, this time. Thank you. Sir. Cheers. Gentlemen, shall we cheers? Cheers. Cheers for this moment for old friends.Old friends, good time. For acquaintances, cheers. Gambay.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旅程非常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其实和 Thanks, man. No, hold on. It's all good, man. 和大家一起，我们解锁了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奇幻追踪。那同时，我们也期待永远和 the one and only Jackson， 同时和我们的 Hennessy 一起有更多的奇幻之旅。太感恩了。OK. Very appreciated. I appreciate it a lot. 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 Jackson. Always a pleasure to be with you.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of course, see all of the audiences very soon, right? We'll see you soon. When are we seeing each other? Thank you. 非常快，very soon. 非常快，very soon. 很快就见面吗？对，很快再见面。什么时候见面？为什么我不知道？
其实马上我要跟你又要见了啊，什么、yeah. 什么是吧？就要下午。OK， but I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bye bye。